起喊口号，展现女性团结的力量。北北基桃四县市女性人口将近469万人，占全台女性人口约40%。妇女节前夕，新北市府社会局举办跨县市妇女政策与实务高峰论坛，市长侯友宜现身力挺。妇女平权跟两性平权之间，这就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。侯友宜说，新北市就像台湾的缩影，具有多元城乡的特质。而新北未婚女性就业率67%，已婚妇女下降至47%，并有高达将近80%的女性需要照顾65岁以上的家人，造成他们被迫离开职场。所以邀请基隆、台北、桃园社会局处以就业、经济、健康与教育，还有支持性服务方案为主题，分享公司部门携手共好的服务模式。有关妇女的就业、经济，还有支持性的服务、健康跟照顾三个面向的议题，来关心我们妇女的权益。大家都说女性撑起半边天，透过跨县市的交流，看见女性的能量与影响力。北北基桃合作力量大，支持妇女以城市共好为目标，共创北部地区女力蓝图，打造出幸福城市。TVBS 新闻廖广斌新北市报道。想扩大国际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。